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f(x) 跟 g(x) 哈都是多项式的 ，f(x) 呢，用这个多项式来除的话哈，于是是 3x 减 4，g(x) 除以呢 x 减1的话，于是是5。那么他们说这两个相加以后，用 x 减1除的话，于是多少？我们现在来看哦，这个哈可以因式分解啊。这可以因式分解成 x 哈减一乘以呢 x 减二，那这样子的话哈，我们晓得说，这 f(x) 的话哈，你除以呢这个多项式，假设三是 q 一好了，哇乘以呢，除四 x 减一 ，s 减二，这于是的话呢是多少？是 3x 减 4， 然后这个 g(x) 呢用什么哈？用这 x 减1来除，3次假设是 q2， 把 x 减1，于是呢是5了。好，那我现在给它加起来，加起来以后的话哈，这个 f(x) 啊，加上 g(x)。这个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个是等于哈，这个把它给抽出来，那 x 减一可以抽出来哈 ，s 减一抽出来以后，那其他这个哈，我把它加起来，啊，就是说这个乘以跟这个加，没有，是这两个相加，这个乘以这个加这个哈，我叫 q 3它再加多少？加后面这个，这是 3x 哈，减4，它加5了。好，那现在的话呢，他问说哈，这个多项式除以呢 x 减1的话，于是多少？那我就用那个因式定理啊，余式定理啊，讲错了。这 r 的话等于多少呢？等于呢，这个我叫 h，hx 啊。哦 ，r 的话呢就等于 h 哈。带一啊 ，x 带一，划这带一的话等于多少？这个就没有了，这带一多少？就是三减四加五，等于多少？五减一啊，五减一的话等于四，所以余四呢等于四，所以答案是四，答案应该要选 D。